OK，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1月21号，2020年晚上10点，马来西亚时间。很荣幸，很发喜，自己可以有机会跟所有课堂里的同学们，也可以说未来佛、未来菩萨、未来阿罗汉，OK，跟大家有机会分享这个《法华经》。之前已经谈到，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经文寺。如果大家看回之前的那个经文三呢，我们已经有谈到如何计算那个功德啊，就是我们的六根如何计算这些他们的功德。今天呢，就来到这个经文是，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什么意思呢？父母所生眼呢，就是父母所生我们的这个肉眼啊，我们原本的眼睛啊，其实呢，原本呢，就完完全全。细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可以看到这个三界。OK，来，到底这个眼呢，要如何的情况之下呢，这个肉眼才可以看到这个三千界呢？就要三千世界的意思啊。所以这边呢有讲到，OK。到底我们要如何修得这个清净眼？清净眼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本身呢，这个眼睛去看任何东西，其实是不染任何的概念，就是我们头脑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概念对任何的事情。然后当看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带任何的色彩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当我们眼睛去看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概念，没有任何的色彩的时候呢，所以我们的眼睛就可以变成这个清净眼。然后呢，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一切呢，都会变成一个净土，仿佛净土就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他说，法眼清净是真开悟。当我们的眼睛可以提升到清净的时候，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开悟了。OK，清净法眼是真佛心，清净法眼见的是道，法眼清净成的是佛。所以，当你拥有这个清净眼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开悟。你看到一切，你就会明白这些他所有的一切的道理。你的心就是变成一个真正的佛心。OK，所以这边所提到的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啊，就是说父母一开始生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用刚才所说的方法呢，就会修炼成那个清净眼，到时呢，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看到这个三千界。三千界，我们在之前的经文三已经有跟大家提到什么是三千界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OK，内外泥鞣山须弥髻铁围。并诸于山林、大海、江河水，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无论内在外在，都可以看到这个须弥山这一切就是铁围山，这些山、这些海、这些河流前面也是有经文山也是有提到，我们的肉身就仿佛是山海，我们的血就好像里面的海，所以他讲内外
就是说，只是外面所看到的山而已，我们身体里面也有这些啊山和海啊。OK，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油顶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底谁可以去到这个阿鼻地狱啊？凡是有犯这个忤逆罪的人呢，将会下阿鼻地狱。什么罪呢？就是弑父，就是杀了父亲；弑母，杀了母亲；弑阿罗汉、破和、和身、和身，什么意思呢？破和和身就是说破坏那修行的人，使到他们之间彼此的感情不好。这个是破和和身，触血，触佛生血。触佛生血就是啊，佛在世的时候，你把佛的皮肉或者割破了啊，这个时候呢，佛的身体就流血了，或者是佛涅槃后，我们把佛像打坏了、破坏掉，OK，就是这个也是让佛的身体触血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触身。啊，触佛生血。当你犯这些罪的时候，这个就是忤逆罪。啊，忤逆罪呢，你就会那些众生呢就会下阿鼻地狱呢。啊，阿鼻地狱就是无间的地狱啊。这边的地狱呢，就是他你在就是那众生在那边呢是没有间断的，不断的在那边受罪。希望出来从阿鼻地狱出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除非或者有菩萨他放光芒去到这个阿鼻地狱，或者是有佛放这个光照到阿鼻地狱，就刚好照到你，就是那个众生在的地方那个时候呢，那个在阿鼻地狱的众生他才有机会出来。否则的话呢，是如果堕落阿鼻地狱呢，出来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OK，油顶天呢？油顶天到底是什么？油顶天其实这个就是无色界的第四层天啊。OK，就是三界之顶上，做三界最高的那边就是无色界。OK，所以第四层天就显三界之顶上，是属于世界上最高的天，连科学家他们也无法抵达的地方，这个就是无色界啊。OK，他说这边有提到说下至阿鼻地狱啊，上至油顶处啊，其中诸众生一切系。皆系见，什么意思呢？下到阿鼻地狱呢，上到油顶天这个地方呢，这位法师如果他修这个《法华经》，他自己背、自己诵，教他人背、教他人诵，然后呢，他甚至呢，OK，抄这个经文，也教他人抄写这个经文。这个时候，他就会开他虽然还没有开天眼也好，他只是有肉眼也好，但是他可以看到阿鼻地狱，还有油顶天的众生，他可以看到他们。OK，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下一次我再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五。当然也欢迎大家进来，这个经文五会更精彩，会讲到这个五戒和十善的事情，希望大家进来跟我们一起学习，谢谢大家。